哎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就是三位在家里吃家宴都会聊些什么？我那个几乎没在家里边请过朋友吃饭，对啊，因为不会做饭，对，因为做的不是很好。那陈老师您呢？因为我知道重庆人其实是挺能做饭菜的，他哪怕就一个火锅都能够来很多人上家里吃饭。我觉得就是他有时候做那个火锅，对，然后做那个火锅呢，就是现在可能是在北方住的时间长了，他们现在这个吃辣的这个功力下降了。所以他们现在下降，对，就是他们现在做鸡蛋，他们说太辣了，太辣了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觉得还可以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可能是因为我适应了那个川菜的那个辣。